镜子，已经如此狠邪家。锦祠立了那么多仇人牌位，难道只是为了泄愤？我娶你只是为了利用你。夫人，你不是自认最了解我，还有什么别的事儿让仇家之女当朝太子妃一心爱上我？更让人解恨的，做戏吗？戏要做全套的呀。难道是要对谢氏不利？
主上，前线传来消息，漳州大败，谢家一家战死城外。主上，主上，谢家。殿下，战报传到了。传到了，殿下英明。不是顾英明，顾什么都没错，只是把这残忍的真相摊在他们面前，是纳锦慈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。真狠啊，竟然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地步。不过也好，正合我意。国师大人，我谢家欠你的可如数还清了。阿姨，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都不管用了？不错，可叹我献婉英是这世上最蠢最无能之人，与恶鬼同眠数日，竟还想着祈求魔鬼原谅。血海深仇，灭门之恨，我谢家落得如此下场，您可还满意了？此番前来，是想看我这个前太子妃、前国师夫人生笑话。阿爷，别管凶险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夫妻之缘本于七世之皇，大仇既报，再无贪图求索。纳锦慈，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，来日再遇，我的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我不死不休。
氏嫡女谢婉音，前来为漳州战死的将士们收敛尸骨，还请元帅打开城门，迎接英灵回家。边关战事未平，漳州乃关隘要地，不容有失。不禁令者，不可擅开城门。既知战事紧急，漳州求援之时，元帅为何迟迟未至？这是练骨实践之期，元帅为何苦守空城？军令如山，本帅自有打算，岂需为一介妇人解释？一介妇人，我谢家无事累侯，勋业昭彰，如今曝尸荒野，谢家军死守的漳州城门却大门紧闭，不让他们回家。为将者，早该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生死亦有命，但绝不能任人欺辱。校尉赵虎，天演24年，边关大雪，城防空袭，你身陷敌阵，我兄谢听寒一人一箭杀进重围，将你救出。千夫长未无救，天演8年，你身中3箭。我父谢长儒一步一步将你背出战场，中郎将王瑶，天演8年，我母杨桐在战场上为你挡下致命3刀，刀刀深可见骨，命中胸口。如今他们战死沙场，你们要阻挡他们回家吗？请将军打开城门，请将军打开城门，请将军打开城门，开城门，你们。谢家将士，咱们回家。前的认真，烟花如
Thank you.